那这件事，对付这厮，何必皇上亲自动手？这刀是奴才戳的，奴才就跟康亲王说清楚就是了。这个事儿由你认了最好。你去康亲王府上看看，肯纳斯几时才死？是，我只道他中了一刀，转眼便死，因此饶了他的性命。谁知这厮如此的硬朗，竟然挺了过去。 还在那里胡言乱语，蛊惑人心，早知如此，哼！皇上的意思我明白，不就是让我去杀了他，又要做的不露痕迹吗？皇上放心，这厮挨不过明天了。<笑>好，明天一早传御前侍卫护送你去康亲王府。 请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走。 小王，我恭请兄弟来带来皇上的圣谕啊！哎呀，贵公公，欢迎到我府上来啊！咱们去喝点酒啊，然后再去看鳌拜那厮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好好好好！哎，钱子清，王爷请。公子别怕，鳌拜被劫掠，冲了出来。该万死的小鬼，你今天来老子掐死你！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哎，你们先出去，皇上吩咐，让我问他几句话。这。 狗太监，哎，皇上呐！敖少保，皇上派我来看看你老人家的身子骨好不好？我看啊，你骂起人来，中气十足啊，身子硬朗的很呢。皇上要是知道了，必定心中十分开心呢。哎，我忘不了你，你这个狗娘养的小杂种，你去跟皇帝说。 用不着他假情假意的，要杀便杀，鳌拜还怕得不成？皇上可没这么容易就要杀你的。皇上让你在这里安安静静的住上个二三十年，等你将来心中懊悔了，自己爬出去给皇上磕上几百个响头，说不定皇上心软了就饶了你。不过这大官儿，你可就做不成了。 哎，你叫他别做梦了，杀鳌拜容易得很。要是想让我磕头，千难万难。哎，小杂种，咱们走着瞧吧。过他个3年5载，皇上又突然想起你来，还会派我再来看你。
阿沙宝，你可要保重身体哦，千万别得个伤风咳嗽、头疼、肚子疼什么的。你这个小杂种，小皇帝本来好好的，都是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教坏了。老皇爷倘若早听我的话，朝廷里一个汉官也不用。 小皇帝肯定是听了你们这些人的挑唆，狗太监，狗娘养的！哎，奴才，停住了！谁杀得了鳌拜，我们就封他为教主。对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 敢吓唬我！四鳌拜，臭鳌拜，千刀万剐的鳌拜！你下呀，你够不着了吧？信不信？我把你的毛都给你烫光了。 让你变成一个没毛的死猪头！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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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抓活的，你可别让他们跑了！
臣参见皇上。鳌拜死了。是。他怎么死的？在凶恶的搏斗之中，小刽子也被叛党掳走了。暂时还没有消息。小刽子是朕的心腹，你怎么能让他出个岔子？皇上，奴才无能，奴才有罪呀！哎呀，哦，你受伤了。 皇上，为了保。
包括我徐天川在内，而且也在万云龙大哥和尹香主的灵位前磕过头，发过誓，手上也刺过血。我们说出来的话是绝不能食言的，可杀死鳌拜的就是这个。哎，抓住他！老八蛋，你想摔死老子呀？小兄弟，请莫骂人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杀死鳌拜？鳌拜，这个奸贼，做了不少坏事，害死了我们汉人无数的英雄好汉。我韦小宝跟他势不两立。我好端端的一个人，却被他抓到宫里边，做了太监。我恨不得把他剁成肉酱，丢在井里边喂王八。小兄弟，我问你，你做太监做了多久了？什么多久啊？已经好久了。我本来是扬州人，却被他给抓到了北京来。这个妈妈的，老子管你们跟鳌拜是不是一伙的？这个臭鳌拜，死了也要上刀山下油锅，滚钉板穿骨头的贼鳌拜。老子是扬州人，给清兵杀得可惨了，一连十天呢，从早到晚杀个不停。我大奶奶、二奶奶、三奶奶、四奶奋，全都是被清兵给害死的。是啊，从东门杀到西门，从南门杀到了北门，都是鳌拜下的命令。我跟他不共戴天之仇。我爷爷奶奶、我爹也是被他们杀死的。多少人？小兄弟，你今年有几岁？十七了。哎，这扬州大屠杀都过去二十多年了，你爹爹怎么会被鳌拜所杀呢？是啊，这我怎么知道啊？我那时还没出生呢，都是我娘跟我说的。哎，就算是一父子，那也不对啊。哎，兄弟，这话就是你说的不对了啊。他说他爹被鳌拜杀死，也不能说明是在扬州大屠城的时候杀死的。鳌拜做官做了这么多年，他哪一年不杀人呢？再说咱们尹香主被鳌拜害死，只不过是两年前的事情。嗯，这就对。对对对，是啊，是这么回事。哎，你说鳌拜杀死了无数的英雄好汉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不关我的事儿啊？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就是被鳌拜抓到清宫之后害死的。我跟他是一起被捉到宫里边来的。此人在江湖上那可是大名鼎鼎啊。毛十八。把这些不守规矩的等着鳌拜余党抓起来。抓上。强攻不成可以智取嘛。当日小皇帝料定鳌拜前来奏事，便安排了十几个小太监假装跟他玩摔跤。鳌拜这厮武功高啊，只见他右一拳左一腿，左一拳呢右一腿呀、啊、左一拳呢右一腿呀、啊、小心十多个人都打不过他，我趁他不备，我就狠狠地给了他几拳呢。鳌拜大怒之下甩开那个小太监，然后冲过来欲取我的性命。危急时刻，我拿起了香炉，不得呀，朝他脑袋砸了下去。砸得好啊！鳌拜的脑袋就被砸开了花了。这招呢，虽然算不上光明磊落，但是我也想过了，对付鳌拜这样的大奸贼，不用跟他讲什么江湖道义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啊，
这鳌拜号称满洲第一勇士，他不但为你所杀，也曾为你所擒呢。这可真是应了天书啊！啊，对呀，对呀，兄弟们，我把人给带来了。兄弟，你看看这是谁？毛大哥，小宝，这不是小宝吗？真的是你吗，毛大哥？真，好久都没有见面了。毛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一转眼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是啊。我无时不在想着你呀、啊，毛大哥。我伤好，只怕我腿好了，再进宫，进宫去救你出来。这下好了，你出来了，这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毛大哥，毛大哥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啊，我看看。这你那天中了那个老太监一掌，我便不省人事了。那老家伙还以为我已经死了，就没再去找我，杂役就把我扔到皇宫外的垃圾坑里。多亏了天地会的这些兄弟救了我呀。小宝，是不是你也是天地会的兄弟救的？是啊，那老太监逼我做了小太监，直到今日我才逃了出来。幸亏碰到了天地会的这些个爷们儿。多谢各位，使不得。哎呀，各位大哥，你说这孩子年纪轻轻的，能有如此勇气，我看也算是与众不同了。哼，我看他油腔滑调，夸大其词，所作所为未必可信。可他亲手杀了鳌拜，这是咱们大家亲眼所见，这是不会有假，是不是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又有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想说，咱们在尹乡主灵牌之下说过的话，到底还算不算数？哎，当然算，当然算。咱们说什么也是白说，明天啊，一起带他去见陈总舵主。前面不远就到了，咱们过去吧。听说天地会都是一些堂堂白白的英雄好汉，怎么会躲在这种地方呢？二拜听旗，不用多礼。这位小兄弟，擒杀满洲第一勇士鳌拜，啊，为我无数死在鳌拜手里同胞报仇雪恨，数日之间名震天下，成名如此之早，当真古今罕有啊！来，道长，道长，好，徐老爷子，徐老爷子，徐老爷子，好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是。听毛大侠说，小兄弟在扬州
曾用计杀了一名清军军官黑龙鞭使僧啊！楚楚茅庐第一功便已不凡，不知小兄弟的尊师，哈，是哪一位啊？功夫倒是学过一些，哪有什么尊师啊？老龟教我的都不是真功夫，都是些假功夫。老乌龟，嘿嘿，老乌龟就是海老公，他真名叫海大富。 是宫里边的一个太监，他恨我毒瞎了他的眼睛，然后就想尽办法来害我。他叫我的功夫也都是见不得人的。说说看，你是怎样毒瞎了他的眼睛啊？启禀皇上，小的没用，鳌拜的余党提问了不少，可还是没能探到贵公公的消息。没用的东西，下去，遮，遮，找不到贵总管。 你也别回来了，遮！好急，好急呀！我心中正有难题，好久拿不定主意。原以为你被禁了身，做了太监，好，印象中后继有人了，青木堂有主啊！小兄弟，你可知道？ 我们天地会是干什么的吗？天地会反清复明，帮汉人杀清廷。你愿不愿拜我为师啊？师傅。 青木堂中兄弟昔日曾在尹相主灵位前立誓，哪一个杀了鳌拜为尹相主报仇，大伙便奉他为本堂相主。这件事儿可是有的？是有这事儿，确实有这事儿。鳌拜的奸贼乃我徒弟韦小宝所杀，这是青木堂众兄弟都亲眼目睹的，是不是？正是。韦小宝兄弟年纪虽小，但他立下如此大功，我宣真道长。 愿第一个拥戴韦小宝为本堂相主。照昔日规矩，有人要入本会，需经人引接之后，须得考察他的身世和为人，少则半年，多则一年至两年，查明无误，方得开香堂入会。但韦小宝在清宫之中担任司职，是清廷小皇帝身边十分亲近之人，与本会大有方便。 不是，我为自己的弟子而特殊破例呀！啊，你们待我这么好，原来是要我在皇上那边做奸细。小玄子虽是清廷，可一向待我甚好啊！这种事我倒是做还是不做呢？哎，小宝，你进来。属下陈俊南在万云龙大哥灵位前立誓。 属下韦小宝倘若违反会规，或是才德不足以服众，属下立即废了他青木堂香主的职司，绝不敢有半分偏私。今日封他为香主，是为了遵守誓言。他日如果废他，也是为了遵守誓言。属下陈近南倘若不遵守此事，万大哥在天之灵，让我天雷轰顶，五马分尸，死于清廷鹰爪之下。啊！ 总督如此起誓，众兄弟心悦诚服。好啊，怪不得你们真让我当什么香主臭主，却原来把我当成一座木板桥来过河，过了河便拆桥。今日封我为香主，你们就不算被试，明日找个茶将我废了，也不算被试。那时到人也好，官夫子也好，再来当这个香主，便顺理成章了。师傅，我不当香主。 啊，什么？师傅，这个香主啊，我不会当，也不想当。不会当，慢慢学呀、啊。我会教你，大家又都答应了帮你。香主的职位在天地会当中位分甚高，
你为什么不想当？今天到了，明天就给你废了，反而丢脸。我要是不当香主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马马虎虎。一旦当上了，人人都会来鸡蛋里头挑骨头。不用半天，就完事大吉了。鸡蛋里若是没有骨头，人家要寻也是寻不着的。鸡蛋要是变成小鸡儿，就有骨头了。而且，就算没骨头，人家来寻的时候，先把你的蛋壳打破了再说。 搞得蛋黄蛋白一塌糊涂，咱们天地会做事，难道是小孩子儿戏吗？啊！你只要不做坏事，人人都敬你是青木堂香主，哪一个会得罪你啊？啊！就算不敬重你，也会敬重你是我的弟子啊。那好吧，那咱们先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将来不要我当香主了。 我不当就是了，可不能乱加什么罪名，什么打我骂我呀，什么剁儿子斩头啊，什么大卸八块啊！你就爱讨价还价，你不做坏事谁敢杀你啊？清廷若敢打杀你，我们大伙都会为你报仇的，啊？小马，男子汉大丈夫要敢作敢为，当仁不让。进入了我天地会，就当奋勇争先，为民除害。 老师为自己打算，岂是英雄豪杰的行径啊！是，师傅教训的是，大不了把脑袋割下来，管他一个疤。十八年后，又是一条好汉。启禀皇上。 圣善间贵公公求见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小桂子，奴才小桂子叩见皇上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皇上，怎么逃出来的？皇上，皇上啊！那伙人叫我杀了鳌拜，把我捉了去，装进箱子运出了，箱子已经黑屋子当中。半夜里，看小人，那伙人逼了出来，幸亏我身子矮小，藏在了草丛之中。天亮之后，我才逃了出来。哎，小桂子，哎，真有你的。 此番辛苦你了，嘿，皇上，老板这些奸党势力可真不小。嗯，奴才逃回来的时候，把路径都给记明了。这样，咱们现在就派兵去捉拿，你说好不好？好，快去传索额图带领3000兵马，孙毅去捉拿。这。 师傅果然料事如神，这下任你是谁都不会怀疑老子啦。小皇上呢，我定能糊弄过去。哎，这一劫若不是总舵主收我为徒，立我为青木堂的香主，老子现在不知道会是什么下场呢。现在好了，我又是总舵主的弟子，又是青木堂的香主，管着那么多的手下，这可真是威风啊！ 韦小宝拜见师傅。小宝，快快请进。哎呀，小宝啊，你来得早，再好也没有了。我本来想多待几天，教你功夫，但昨天接到消息，福建有事要我去办。
怎样？这回只能待一天。你没空多穿我功夫，将来我练得不好，那是你的事儿，可不能怪我。小宝，这是本门修习内功的基本法门，你要每日自行用功。 上面有图画，要不然弟子不识字，练起来这可就难了。海大夫教你的武功，不可再练，啊！一不小心就会全身筋骨断裂，痛苦不堪呐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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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那老乌龟！ 不仅教我假功夫，还在我喝的汤里面下了毒。师父，我这毒是再也解不了了，再也解不了了。小宝，你别着急呀、啊，我完了。小宝，你不用怕，海大富的毒药，或许世上当真无药可解。放心，我可以用我的内力。 刚刚攻克的辽阳城，就下达了遣人王营众妇人及诸子来城居住的谕令，告别赫图阿拉老城的热土，顺着苏子河的流向，走出新兵重，走出新兵重重大山的重。 附近和诸药子们带着既向往又怀疑的情绪，一路上车马奔驰，辽阳这一座用马鞭建筑和生命占领的城市，将为他们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。在那个时代下，我们。 上屋顶都比奴才快啊！哎，你个妈的，你又是在让我？没有啊，真的没有啊。
小刽子的本事都让小玄子给学去了，如今小刽子这屁本事也没有了。谁说的？你啊，亲手杀老鳌拜，又剿灭了反贼的余党，这本事啊，没人比得上你。哎，那还不是皇上英明啊？怎么又皇上的？谁呀？谁呀？谁叫的？ 谁叫的？